这次实验我们只取整体接受度最高和最低的洛梨吐司，以及空白组的奶油园丁吐司，来为大家解说我们的操作制程。大家好，我是云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材料是园丁奶油吐司。园丁奶油吐司和洛梨吐司不一样的地方是，园丁奶油吐司的奶油它是使用奶油，而洛梨吐司它不是使用奶油，它是将奶油的地方改成洛梨，因为洛梨本身含有油脂。接下来我们来示范做园丁奶油吐司吧。在面团已经搅拌成团了，然后搅拌成团以后就可以用二速开始搅，等到二速搅完至面团有光滑面的时候就可以加奶油。现在我们来搅拌吧。现在面团已经搅拌至光滑了，现在我们加奶油进去吧。现在面团已经搅拌成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韧性。接下来我们把它从搅拌杆里面拿出来。滚圆以后，我们就放进钢盆里面让它发酵。你好，我是逸婷。然后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洛梨吐司，这是我们将使用的冷冻洛梨。如果我们过程中会使用到虾青，虾青可以破坏食物中酵素的活性，然后改变它的色泽，还有取出生原料的不良气味。那我们将使用的是蒸汽杀青，一开始我们也考虑过用热水煮沸杀青，但是因为洛梨它组织比较绵密，然后碰到水可能会化开，所以我们最后选用蒸汽杀青。这个会比园丁奶油吐司还要难操作。这是我们已经做好的园丁奶油吐司跟杀青五分钟和冷冻无杀青的吐司，然后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它们的撕裂范围。撕裂范围指的就是这边这个部分，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冷冻无杀青它的撕裂范围完全是零。吐司高度用我们用尺来，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是园丁奶油吐司是最高嘛，然后杀青五分钟的和它的高度差不多，只是冷冻无杀青就写的特别矮。现在我们要来比较的是吐司的弹性。我们吐司弹性看的方式是从就是像这样轻轻压它就可以缩进去，会弹回来。杀青五分钟也是它会弹回来，可是冷冻无杀青的呢，我们按下去完全缩不进去。好，这个间隙我们判定的方式是像这样，这样代表它是有筋性的。这是无杀菌的洛梨吐司，就是一块一块的。冷冻无杀菌的洛梨吐司因为没有经过杀菌这道程序，可能因为酵素的作用影响或破坏它的蛋白质结构，导致它的烤焙弹性不佳，出现断筋现象，组织粗糙，延展拉伸性不佳，所以它的高度和撕裂范围偏低。杀菌五分钟的洛梨吐司因为经过杀菌，除去它的苦味，破坏了食品中酵素活性，且保有洛梨的原色，在使用手持的果汁机搅拌，不经过滤，保留其原有的营养价值。三者中整体接受度最佳的是奶油吐司，其次是杀青五分钟的洛梨吐司。一般的白吐司也就是奶油吐司，大众常购买食用，所以它的接受度是最高。次之为杀青五分钟的洛梨吐司，因为它的杀青减少它的苦味。吐司弹性、筋性也比较佳，与奶油吐司差异性不大，故整体接受度为第二。
冷冻无沙金酥它的苦味明显，吃起来口感没有沙金五分钟那么绵密，故整体接受度最低。纯天然的洛梨吐司的制作可以增加洛梨的加工利用性，提高其附加价值，增加人民购买的意愿。也因为制作过程中的洛梨需要再次加工，故可向农民购买不具产品价值的洛梨，不仅可以降低成本，也能协助农民面对果坏及产量过剩的问题，增加农民的收益，然后也能防止一些现代人常有的疾病。